享受同埋相信神嘅愛而得到釋放，釋放住嚟內疚啦、自卑感啦，或者被拒絕感。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好重要嘅，聖靈充滿咧好重要咧，就係、是、我哋嘅心裏面真係深信神嘅愛，呢個係非常重要，讓我哋嘅心咧係完全輕省，完全冇重擔。咁喺即係我見好多人啦，同好多人傾偈嘅時候咧，我都發覺大部分嘅情況咧，即係差唔多所有嘅情況咧，都係源於我哋唔係咁深信神嘅愛，或者唔係咁即係將神嘅愛應用喺我哋生命裏面。如果我哋深信嘅時候咧，個人就能夠輕省嘅。但係呢樣嘢係唔容易嘅，即係唔係話一下子做得到嘅，係需要時間時時去即係喺活在神嘅愛中。咁我感謝主喎，喺我嚟講下，即係我鼓勵大家你可以望住我嘅。喺我經歷聖靈嘅時候咧，我就祈親禱告又喜樂咧，呢個係俾我好大鼓勵，因為咧。我曾經即係當我譬如有時有啲困難啊，有啲煩惱啊，有啲人講嘅説話令到我唔開心啊，咁我發覺咦，即刻個喜樂唔喺度啊，咁我就即刻覺得有啲唔同啦。唔同嘅時候，我即刻又提醒自己，我要再一次進入神嘅喜樂，去讚美放手，即係真係放手，即係話所有嘅煩惱，其實人嘅問題、環境嘅困難。自己內心的情緒所有都不要緊，因為神是幫助我們的，神一定祝福我們的。當我們有這個即再一次回復在神的裡面的時候，就所有的發生的事情都不要緊。我真的發覺我們昨天所見的幾個人都是跟這個問題有關係的，所以我在我幫助的時候呢，我是幫助人怎樣處理生命的。我也都以前呢曾經參加一些聚會，他們呢做很多釋放，即是他會經常跟人做釋放。有些人呢，我幾年之前去已經見到他釋放了，幾年之後呢還在那裡釋放著。我就覺得呢，即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回家之後怎樣處理，可能他覺得我很慘啊，我家或者丈夫啊，即係最埋身，通常即係最埋身嗰個咧，令到佢唔開心。於是咧，幾年都每一次釋放完翻屋企，又再次需要釋放，即係唔開心咁樣嘅時候咧，咁佢就永遠都得唔到釋放。但係當佢學到點樣當人哋講啲説話嘅時候咧，即係你能夠相信神愛我哋，神喺我哋生命有計劃。於是咧，嗰人講嘅説話唔好上身啊！即係其實最主要就係乜嘢困難都唔好上身。什麼都不想想，就是神一定祝福我的，神一定幫助我的，所以所有的困難呢都不要緊的，不會真的傷害到我的。我曾經用過的比喻就是好像一個芝士在街上 說你是傻佬傻婆，那你不需要即是很上心的，你不需要，其實應該不用上心，你都會有些不舒服，是真的會有的。那希望得幾秒鐘，即是人家說你傻佬，咁你可能認一認傻婆啊，認一認。咁咧就即係我都試過有人係咁啊，都完全唔識我行過馬路，咁咧就叫我都唔知叫乜嘢，總之個面部咧係好憤怒嘅。咁但係我即刻認同佢啦，呢個係佢嘅問題，佢都唔識我，咁佢有咩可以控訴我地方咧？咁咧就好界面，即係話咧，好似即係有啲人講就話，有時有啲人我哋要學。是好像看他是透明人，即意思他是習慣講負面的說話，講傷害的說話。但是比較難的就是一些他是基督徒，但他會做一些傷害的事，或者這個人對我們很好的，有愛的，但同時也都有時傷害我們。這些是令到我們比較困難的情況。那的時候呢，我們就要接受，就是這個人都有他的軟弱，都有他的困難，於是他呢同時可以幫我們祝福我們，但同時呢他又會有些不開心的地方啊。同時呢他即是自己，其實很多時候人呢他裡面有很多傷害，他由小到大都很多傷害，於是呢他來到即是他自己不知道有事情反應的時候，我是很常見人呢就會很猛震很猛震，這個其實已經顯示呢他裡面是有些東西即係當有啲事情發生嘅時候，我哋學習，即係學習慣咗之後咧，處理慣咧就話，其實人講嘅説話唔緊要嘅，環境唔緊要嘅，就算點困難，即係我試過去帶領一啲聖靈嘅聚會，咁喺未領之前咧，我傳道人我問清咗佢噶，你接唔接受聖靈嘅工作？接受，全部接受。但係到後來做嘅時候咧，
佢係唔接受嘅，即係講嘅時候咧，佢就唔接受。咁我就要了解清楚，咁佢都係好唔開心嘅。咁但係後來佢又願意喎。咁但係之後咧，總之有好多好多嘅咁樣啦。咁我嘅心裏面就話啊，其實佢心裏面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即係我咁樣接受啊，咁我就唔會覺得舒服啊。咁我一路同佢傾，一路聽佢講好耐，重複話俾我聽佢嘅關注嘅地方。咁我就好，我聽到，我會留意嘅，即係因為我會尊重佢，即係我亦都會深信佢裏面係有佢明白唔接受嘅地方，或者佢有佢唔好嘅經歷。咁我就唔好上身就話啊，咁即係唔好啦。咁我即係話我呢個侍奉咧，即係冇用啦，唔好啦，要啊，即係要停止或者要調教咧。即係我覺得我唔需要因為佢嘅緣故我而唔做嘅。但我當然應該調教。我每一次聚會，我之前我一定同全部人傾㗎，一定問佢咩接受。不過第時我就清楚啦，就唔好就咁講。你知唔知聖靈工作？你知唔知聖靈嘅彰顯？要逐樣講，每一樣講。原來佢咧係全部接受。只有一樣不接受的，咁我聽完之後咧，我先知道，咁呢個係即係咁我即係當時都有啲唔舒服喎，但我就即刻處理話神喺我生命嘅計劃係唔會因為人嘅緣故咧受難咗嘅，係神一定成就嘅。咁但係我哋往往好多時咧就未必真係成日都能夠活在呢種咁嘅情況，成日喺做啊神嘅喜樂同埋愛中。咁譬如我自己咧，一樣會即係我相信神嘅愛同埋我祈禱就經歷到喜樂。咁我應該就成日都喜樂噶，咁我都話俾你聽，有時我都唔係，我又唔係咩煩惱嘅，煩惱我即刻好快處理嘅。但係我諗人咧係好習慣外滯嘅啫，即係我哋好習慣，冇乜特別嘅感覺。咁咧我自己即係我嘅目標係想我自己成日都能夠喺個喜樂嘅狀態裏面，時時咧好輕散喜樂嘅狀態。咁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咁樣樣，而事實上係可以嘅，因為神真係好錫我哋嘅，好對我哋非常之好嘅。好，咁我哋睇呢張紙咧，我哋嗰啲經文我哋唔會睇曬，不過我只係抽啲出嚟啊。但如果你中間過程中有啲你話啊，我想你講下嘅，我係可以唔講嘅。咁第一樣咧就係、是。相信神的赦罪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赦罪就是捆锁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好，觉得呢啊很欣赏啊 Hannah 很欣赏你，因为他立刻知道，他一看完一字，咦我没读过经文，他立刻望回我那呢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呢有这个喜乐轻散的灵，有信心啊。咁譬如侍奉，我哋有信心有喜樂，好重要就係我哋冇呢種內疚放低曬，所有過去發生嘅事情，即係其實我哋諗翻嘅時候，我自己都話，我有啲好耐之前犯嘅罪，我諗翻我都覺得好醜，覺得好即係覺得點解會咁樣咧？咁即係我哋人都會有呢種感覺，但係我自己深信神赦免我哋嘅，咁即係人總係會咁，但係咧我自己話俾你聽，唔好。即係喺出現我會講嘅話，憎恨罪惡，但你唔好是因為憎恨罪惡而憎恨自己，或者你覺得真係咧，哎呀，真係，即係我哋應該話諗到呢個罪咧，我以後唔想再犯。但係就唔好話諗到呢個罪之後就成日，哎呀，我真係好衰，哎呀，即係呢個變咗係人身攻擊啊，攻擊自己。即係我哋好多時咧，其實通常嚟講咧，人哋控訴我一句咧，我哋就會控訴自己可能幾百句。可能幾個月，可能幾年，可能十幾年、幾十年都有嘅。即係有時做咗一件事咧，我哋自己會重播翻嗰啲情景嘅。點解咁樣？點解咁樣樣咧？咁但係神都想我哋有得到釋放。一方面真係罪，唔想再犯；但另一方面咧，真係耶穌真係赦免我哋嘅罪。咁我哋睇下啲經文咧，我有其中一部分睇下嘅啫。羅馬書八章一節好簡單，呢個經文因為簡單啊，所以咧係亦都好有幫助嘅嚇。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就好簡單。你喺耶穌裏面，你同耶穌有關係，就不定罪啦。咁你又我有冇信耶穌咧？有冇跟從耶穌咧？耶穌有冇俾我感動，俾我知罪咧？我喺耶穌嘅裏面，我就係不定罪啦。即係我冇離開佢，咁我就係不定罪。咁其實咧就好好嘅。羅馬書八章三十四節又係好好嘅。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又替我們祈求。亦都跟住咧，又講到誰能控訴神所揀選嘅人呢？咁呢句説話好好嘅，邊個能夠定我哋嘅罪？即係神已經耶穌為我哋死啦。
句説話即係話冇人能夠定我哋嘅罪，但係咧其實定我哋罪最多嘅咧係邊個咧？自己係自己喎。魔鬼係晝夜控訴，但係其實咧真正控訴我哋最多嘅咧係自己嚟嘅，即係魔鬼會喺天上喺同神控訴啊咁啊控訴我哋，但係咧我哋咧就自己咧其實自己好多時控訴自己，但係聖經話邊個能夠誰能控佢能定我哋嘅罪咧？誰能控訴神所揀選嘅人咧？我哋話俾自己聽，我唔可以控訴自己，因為我係神尊貴，即係其實我哋裡面有兩個人嘅。我哋留意一樣嘢，有兩個人嘅，一個咧就係新性情，一個舊性情。呢、这個舊性情咧係真係成日都鬧我哋自己，成日都話自己你做唔到嘅，即係有咩事就係做唔到。咁個新性人我要去做，跟住舊性情就反應喎，即係好多事我哋都會有呢個舊性情出聲嘅。或者係有啲咩情慾嘅事嘅時候，呢、这個舊性情即刻就會引致我哋犯罪嘅。佢未犯罪咧，即係我發覺有呢個 cycle。其實好多時我分享咧，我係從我個人嘅經歷分享，所以咧你聽到嘅時候，我係有好多真實嘅經歷啊。即係我希望大家都係，當你分享信息嘅時候咧，係將你個人嘅經歷好真實分享出嚟，就對人有幫助。即係我自己發現嘅，當我哋未犯罪，即係譬如一段時間冇犯罪啦。當你有啲罪你留戀嘅時候，你會諗起一啲嘅罪，即係你會想做嘅嘢咁樣。咁咧，但係你一犯咗咧，你就覺得好唔舒服嘅。但係你冇犯一段時間咧，就好似咧就會自己又會生一啲嘅動力出嚟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歷啊。咁但係你話我諗翻，哇！一犯完罪真係好辛苦嘅，真係好唔好嘅，即係神又唔中意嘅。咁你就提醒自己唔好，千祈唔好上當啊！即係我哋嘅罪性情有隱憂 ，OK 噶，你犯呢次 OK 噶，咁啊，只有啲情況真係好似好難唔去犯罪，即係做一啲錯事，當人知道嘅時候咧，又會有不良後果，咁你就好難去講真話嘅，即係呢樣嘢真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去講真話嘅時候，咁但係咧你就話神啊，你有足夠嘅恩典俾我，我可以能夠喺呢啲情況講真話，即係譬如話。即係諗到一個情況啊！即係如果你要揸車嘅話，如果你揸車無意中撞到一架泊咗喺度嘅車，係冇人睇到嘅。當你留低一個字條咧，我撞到你架車嘅時候咧，個後果好嚴重。咁但係我哋會話，我但係即係我哋有傾向就係、是、就話走咗去。但是呢我們又想想真的神會說其實我給你的錢是足夠你賠償的，是你自己害怕的。那我們就會說即是心裡面真的 很不想沒人看到，那我們可以犯這個罪，但是我們就說神啊，你看到的這件事是羞辱你的名的，還有呢有一天神在審判的時候他會拿回出來的，那我們就說神啊，你幫助我好了，有一個後果嘅，即係講真話有時有個後果啊。有時我哋做錯一樣嘢，整爛一樣嘢，冇人出聲，當冇人知自己啲爛咗，冇人出聲唔知係邊個。好似我後果一睇，你話係我整爛嘅，對唔住啦咁。咁咧真係有時咧，我哋好難做出嚟。咁但係咧，為咗話我哋真係喺神嘅眼中，神喜悅我哋，並且咧唔會有呢個罪嘅指控咧，我哋就係神啊，幫助我哋。第一避免犯罪，犯了罪之後咧要承認，咁呢個係即係我自己發覺，真係呢個掙扎係唔容易嘅。好啦，第三個睇先，我哋跳落去啊，我哋彌迦書七章十九節，神一必再憐憫我哋，將我哋嘅罪要踏著腳下，將我哋一切罪投於深海。咁我都曾經講過，我自己咧係有諗過一個問題，就係到底審判嘅時候啲罪會唔會供出嚟？咁呢個喺神學上有討論的問題，但是好像沒有絕對的答案。一個看法就是說這罪全部不用再提，這個是我們最想的，即如果這樣的時候就真的即說即神赦免了，即望著我們的時候神已經赦免了，那所有的罪不需要提出來。但聖經裡面呢，即這個經文就是會似乎是支持那樣東西的，你的罪踏著腳下投於深海的，即好像失蹤了。但是另外呢有些經文又說即係我哋所講嘅閒話喺審判日子必要句句供出嚟，就好似即係又要供出嚟喎。我哋喺世人眼前或者天使面前咧，成咗台戲俾世人觀看，咁又好似係講供出嚟。
咁但係無論如何，我哋準備好啊！即係我哋由今日開始，以前嘅就要忘記背後啦。以後嘅我哋所做嘅真係見得光，見得光咧就話我哋所做嘅所有嘅事，我哋想像，即係我自己有時會咁想像。你有冇諗嗰啲羅馬嗰啲戲院啊？嗰啲戲院咧，嗰啲凳一排排咁咧，由矮至高咁樣噶嘛。咁我想像我喺度做緊嘢啦，咁一排排凳咧就坐曬，就係全世界嘅人喺度睇住，即係其實我哋嘅生命。咁就唔係一種恐慌啊，即係我唔係一種恐慌，不過我話我要追求聖潔，做神所喜悅嘅事，但係唔係代表唔係代表話我哋活在一種嘅內疚裏面。其實咧，即係我自己，我係有罪，真係即係我自己裏面會提醒我罪，但係我話俾自己聽，神係赦免我嘅，我要充滿喜樂，我要相信神真係赦免我，我忘記所有嘅過去，但我亦都同時我都係話。神啊，如果你追討我的罪孽，我今天不是事無的。即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所犯的罪，神可以追討的時候，我們都不能夠有這個機會事無，但是神祝福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以致我們能夠去事無。我就即真的，我曾經很多次說，神啊，我今天能夠事無是你的恩典，所以我要真的竭力的保守這個神給我這個恩典。其實我們有時很多時犯的罪，可以令到我們失去事無的機會。例如呢，什麼呢？我哋傷害同周圍嘅人嘅關係，以致佢哋唔信任我哋，咁我哋可以呢個侍奉嘅機會就冇咗。我哋或者有呢個罪，人哋接納唔到嘅時候，呢個侍奉嘅機會都係冇咗。即係我哋唔好覺得呢個侍奉嘅機會係好穩陣嘅，即係我哋能夠侍奉係一個好，即係一個禮物，亦都係好 fragile 嘅，即係好脆弱嘅。呢樣嘢係要我哋竭力保持嘅，竭力保持自己神嘅恩典，亦都能夠侍奉神嘅一個福氣。侍奉神你都喜樂，能夠祝福人、幫助人，咁所以我哋神啊，幫助我哋，保守我哋，真係在神面前行佢所喜悅嘅事。咁亦都知道所有犯過罪，神完全赦免所有嘅罪。即係我有一句説話我都講過嘅，就係話咧，有一日即係或者其實好多時啊，好多人即係話俾我聽，唉，我又唔想祈禱啦，我犯罪，我好軟弱，呢排咧我又冇乜祈禱啦，我又唔想親近神啦咁。即係很多人都話俾我聽，咁我就會話：你唔想祈禱，你或者覺得冇動力，你就即刻去做，神就俾你動力嘅。或者你話我犯咗好多罪，你就記住一樣嘢，神見到你嘅時候，神話一啲都唔出奇。我成日都見慣人嘅罪嘅，神真係見慣個個都係罪人，不過個個唔同款。當你聽到一啲真係有啲消息係好出奇嘅，即係有時喺美國我都聽過，即係有人佢真係一間好大教會裏面侍奉。但後來揭發他有奸淫啊，或者有同性戀的行為啊，即係當啲人聽到的時候，他又承認出嚟，真係咧，即係佢亦都或者佢所做的事揭露出嚟的時候咧，即係佢自己就離開他的侍奉。即係有時你聽到真係心裏面好傷心，即係為咗一啲人，並且好大的破壞，好多人聽到的時候，哇！神係咪真㗎？點解會呢啲人會犯罪㗎？即係我哋會對人有個好大的傷害。但我們就求主幫我們，但同時神真的赦免的，當我們犯了罪之後，神真的會赦免，但也都無可否認是有一個後果。譬如大衛他犯奸淫，他殺人，是神很額外恩典，神可以將他那時他取攞走他這個身份的，神可以的，即是他殺人的罪、奸淫的罪在以色列國是判死刑的，神可以當時將他這個身份攞走，但是神呢，他有恩典有憐憫，即係神都喺我哋身上，所以當我哋咁樣嘅諗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饒恕人啦。即係我哋得罪神幾多咧，每日都有得罪好多次，但係人哋得罪我哋，我哋就話神啊，我明白其實人都係好軟弱，人好容易犯罪嘅。我哋心裏邊就能夠體恤，就唔係話犯罪係可以嘅，但係咧我哋就話我明白佢會犯罪係真係好容易，我心裏邊就有憐恤嘅心。即是我們犯罪的經驗，希望幫助我們，第一真的說成個人沒有犯罪，第二相信神赦免，第三當你見到人犯罪的時候，不要那麼大的反應，真的接受人去真的去幫助。但也有一件事，我們就是見到人犯罪他說悔改的時候，我們真的小心他是不是真的悔改，尤其他是侍奉的人，即是有些他犯了罪他侍奉的時候他暫停，後來就說 OK 他都有悔改，於是他又繼續即是侍奉，但後來他又再犯類似的罪，咁呢個咧即係提醒我哋真係咧要跟進人、幫助人，係真係脱離罪嘅捆鎖，罪嘅捆鎖會破壞我哋生命嘅。
好，咁咧就腓立比書三章十三節都非常之好嘅，就係、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即係以往嘅全部忘記。我哋覺得自己好失敗，喺一個軟弱基督徒，完全嘅忘記。神咧真係俾我一個新嘅開始。譬如喺我哋同樣應用喺我哋嘅婚姻或者家庭都係一樣。好多時點解婚姻同家庭唔係咁好呢？就因為好多記憶啊，同埋我哋自己身邊好多記憶。即係當我一諗到個人嘅時候，就覺得，唉，佢不外如是，佢成日都咁樣樣噶啦。即係我哋嘅心裏面就好難忘記。但係如果我哋能夠話，好，我真係忘記，神啊幫助我忘記，真係好似一個新嘅關係開始，我真係對佢好，真係去原諒佢，係真係可以嘅。我哋嘅心裏面放下嘅時候咧，你真係可以。咁我自己好刻意，真係好刻意去幫助人去做呢樣嘢嘅。喺我認識嘅教友咧，當我見到有人佢同人嘅關係唔好嘅時候咧，譬如有 A 同 B 咧，咁佢兩個咧就有啲唔開心啦，有啲事情發生咗。在個心裏面有啲介意，介意對方所做嘅事。我一知道嘅時候，我通常會同雙方講，我話你可唔可以同對方講？佢哋通常嘅反應都係話唔可以，通常點啊？唔可以，唔得，唔可以講出嚟。咁佢話講出嚟咧，好嚴重後果。咁咧，但係咧，我真係我見過，即係個情況都係可嚴重。但係我同分開同佢兩個講，我話你想唔想呢件事得到解決？咁佢哋都話想嘅，咁然後我將佢帶埋一齊，我係真係喺耶穌裏面去學習呢樣嘢，能夠放低過去，呢個係好好嘅。咁我哋都放低自己嘅過去，能夠亦都令到人和睦啊。好，咁所以希望大家時時相信，即係心中真係放低一切嘅內疚，放低我哋所有失敗或者做得唔好嘅，或者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有時我哋不能原諒係乜嘢呢？我哋不能原諒就係我哋作為基督徒冇忠心侍奉神，少親近主，我哋嘅心裏面就不斷嘅指控自己。但係其實當你冇親近主，你就話神啊，即刻去做。我成日都話俾人聽，佢話唉，我冇祈禱好耐，好內疚。我話係啦，即刻去祈禱，神就想你即刻翻轉頭就 OK 噶啦。你唔使即係唔好成日諗，哎呀，我已經有幾個月冇祈禱啦，唔好諗啊，即刻而家做翻就 OK 噶啦。神就係好想接納我哋。好啦。咁神愛世人，即係神愛普通人，所有嘅人，全世界嘅人，咁我哋都知道呢樣嘢，神真係講俾我哋聽。但係我哋心裏面有幾深信咧？咁我希望大家真係，當你睇到啲罪人嘅時候，一啲尤其一啲公開人物啊，殺害好多人嘅人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聽到啲新聞，心都好有種憤恨。但係其實神都愛呢啲人嘅。如果有機會我哋見到啲人，即係我哋覺得佢哋真係個生命，我哋真係覺得好差好差嘅時候，我哋都話神都愛佢，我哋都有對佢有憐憫。即係有句説話，英文就話be patient with me, God is not finish his work with me， 大約係咁講啦。即係對我耐心啲啦，因為神仲未做完佢嘅工作，神仲有佢嘅工作要做嘅。即係有好多人，佢哋咧好似真係冇希望，但係神就係能夠幫助人。有一套叫做咩 ？Switchblade 英文，即係講到有個以前美國有個人係用嗰啲咩彈弓刀打交嘅，即係喺啲罪啊，即係黑社會嘅領袖嘅。但係佢後來咧就係、是、悔改信主，咁佢帶咗好多黑社會人信耶穌。即係在人睇上嚟，黑社會嘅人即係好難會信耶穌，但係神都俾佢機會。咁喺路加福音咧，呢、這個浪子比喻我哋大家都好深刻印象。咁我自己好多時咧，我就會從一啲即係好簡單嘅經文去揾睇到神嘅愛。喺呢個經文裏面咧，講到呢個浪子翻嚟嘅時候咧，首先即係佢未曾有任何好表現嘅，佢只係翻嚟。事實上佢翻嚟嘅時候，佢啲衫就爛曬啦。你諗下出去嘅時候點嘅情況？翻嚟咧冇喂豬，自然啲衫係爛啊、舊啊、又臭啦。但係佢爸爸見到佢咧，係動了慈心，即係見到個，即係可能見到佢個乞兒差唔多咁樣翻嚟。你喂豬咁，你梗係坐埋喺豬嗰度，喺嗰啲地方，即係你唔能夠佢好啲，好似佢咁，即係可能都冇第二套衫，咁咧就成身臭嘅，咁樣翻到嚟。但係佢爸爸見到佢嘅時候，第一就見到佢好肉酸，第二就行埋聞到佢臭，但係佢爸爸係唔介意嘅，跑去攬住佢。即係呢個係耶穌去講出呢個人就好慘，即係佢個際遇啊，佢個所發生嘅事令到佢係好慘嘅，但係佢個爸爸一啲都冇睇小佢，咁就攬住佢連連熱親嘴喎！你諗下，
真係咧，當你一聞到嗰啲味嘅時候，如果你攬住一個無家可歸嘅人，即係你能夠俾嘢佢食，已經係好大愛心。你同佢握手都係好大愛心，但你擁抱佢係真係更加大嘅愛心。你錫佢係難以想象嘅，但係呢個爸爸錫佢，咁呢個仔應該好感動啦。但個仔唔係喎，你睇佢做乜嘢？佢兒子説：佢諗咗句台詞啊，一早諗定噶。咁佢爸爸錫完佢咧，佢都照講喎。佢冇因為佢爸爸做嘅事認夠慶，即係就改變。呢、这個就係顯出人嘅心。佢話乜嘢呢？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佢認夠話：我唔配做你嘅仔啊！即係佢嘅心裏面，佢呢種內疚冇辦法放得低。呢、这個就係我哋嘅情況。即係神用佢嘅愛放喺我哋身上。放在很多人身上，但是人仍然很難相信，即是說我不配的，我不配的，我不配的。但是神呢是真的愛我們，他就跟著他就還行動了，他就將呢、這個上好的袍子即刻拿來穿上，用戒指和他戴上，用鞋穿上，還有將這個肥牛到天來宰了，我們吃喝快樂，一起開心很快樂。其實這個仔可能你會覺得羞恥，是不是、這個仔走去全部的錢用完，可能會覺得羞恥，但這個爸爸無謂，他要吃喝快樂，讓人知道我兒子回來了，因為我兒子死而復活了，失而又得，即是這個就是天父那種的心態，那種的愛。那我們是不是真的這樣相信呢？很多時候我們犯了罪就好像浪子，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從此後不配做你的兒子了，我真的不配親近你，即是有時我們會這樣想，但是神就說，依然他是一樣接納我們。我真的見過很多基督徒咧，就心裏面咧就時時都有種懼怕。在我心裏面，我感謝神。其實在我成長的家庭咧，我是很少愛。即係喺我成長的家庭咧，係我不知道有愛呢樣嘢存在，可以話。即係我當然我睇書，我學翻學嘅時候我聽過，但係咧喺我經歷之中咧，我是經歷唔到愛。但係神都讓我，當我一信耶穌嘅時候，我真的很單純咁接受。但我發覺很多人不能夠做到呢點。即是當他信耶穌之後，他硬是個心認住他怎樣細個被人拒絕，人家不喜歡他，在個心裏面深藏住這種的傷害。那我都求主幫助我們。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的釋放呢未必是祈禱釋放為主的，我覺得很多呢應該首先是用神的話語去釋放我們的心，讓我們真的相信神的原諒和赦免，神的愛，然後呢祈禱釋放呢個功效更加大。因為我見過很多人只是祈禱釋放之後回去，他有很多不開心的時候呢，他就能夠持續這種的釋放。那 我祈禱的就是我們持續活在這種愛中，我真的持續現在持續在神的愛中。那其實有多難呢？個難度呢只是你的舊我現在控訴你的，我告訴你個難度是這件事的。只要你告訴自己的舊我聽，我不再聽你的話了，因為你做出什麼都是傷害我的，你是令到我沒有自由，你令到我沒有覺得愛，你就告訴這個舊我聽，每逢這個舊我，即是我們要留意何時舊我跟我們說說話，分辨到這個聲音。當有一個人做一件事不好的時候，你立刻想發怒，你立刻知覺這個是你的舊我。當你慣了的時候，你懂得分的，這個舊我聲音一聽就聽到的，立刻知道。不過有時候我們憤氣，他做了這樣的事，我一定要生氣他，掘回他，讓他知道我生氣他。但其實呢，我們生氣人呢是我們受苦的，因為如果你是真的一個愛主基督徒，你要跟他道歉，你有沒有告訴他對不起我，即是我們要道歉，不單止是說過的話，是我們的表情，我們曾經有發生氣的表情，我們都請他原諒。因為我自己想過，作為一個牧師，如果我可以在一個情況之下，有一個教友做一件不好的事，跟住我好嬲，我冇講任何嘢。呢、这個教育可能好大傷痕。牧師好嬲我，牧師見到我做嘅事好唔原諒我，以後牧師都唔會好愛我、好關心我嘅。即其實我自己諗下，即我一個表情可以對人好大傷痕，所以我要話俾佢聽，我即係先好猛震、好嬲嘅表情，請你原諒。其實我而家唔係咁樣噶啦，我即係咧係當時一時嘅啫咁樣。牧師冇可能喎，即係有咗殺眼啊嘛。咁你咪道歉同佢。哦，即係為咗你個表情。
係啦，好似有少少嬲嘅表情。係啦，因為咧，我發覺一樣嘢，人係好透明嘅，真係人係好透明嘅。我哋以為我哋嗰啲憤怒人睇唔到咧，其實係睇到嘅，真係睇到嘅。人睇到我哋咧，係有時真係咧超過我哋自己知覺性，因為即係因為我做師奴，真係好多人話俾我聽，你當時點樣表情啊，或者好似。即係譬如我以前講道嗰陣時，未講之前咧，個心咧就好緊張啊，成日都唔猛咁諗呢度點樣講，點樣講，點樣講。佢話：牧師，你講道你好呆啊，你冇即反應啊，你好似好喺，好似同你講嘢嗰時，你好似唔係好聽到嘅喺個時候。咁咧，但係咧，即係我慢慢就神啊，釋放我呢個心，釋放我呢個自由，就係、是、個心諗住講啲信咧，就一個信息。一個主要嘅信息，好想傳遞，成日都好想傳遞，令到人譬如呢個信息係叫人深受神嘅愛，就係、是、我好想大家都深信神嘅愛。今日我都係想大家深信神嘅愛，咁你嘅心咧就輕省啦。即係我真係想話俾你聽，你唔使咁淒涼啦，即係我唔使咁重擔，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傾偈嘅時候，我好欣賞你每一個談話，即係我好欣賞。咁我亦都話俾你聽啦，我鼓勵大家你。即係我唔知道仲有冇空間啦嚇，咁但係咧，如果冇空間咧，你簽咗咧，第日我都會翻嚟，我都可以翻嚟見你都得㗎，我都，因為我真係生命嘅神俾我一個好想祝福人嘅心，即係好想去祝福人。但係我想講一樣俾大家知咧，就係咧，神俾我一個心咧係冇黑名單嘅。咁我感謝主啊，因為真係有啲人同我咁講過，佢話咧，即係佢喺啊，即係喺。傳道人嘅相處嘅時候，佢覺得好慘，因為佢做嗰啲錯事咧。從此後，嗰個傳道人對於佢係另眼相看，即係唔係好嗰種，係唔好嗰種。即係佢硬係覺得有啲芥蒂，同埋好似個傳道人唔再用佢，佢心係好傷心嘅。但係我成日都會話俾人聽，我成日話俾人聽，耶穌好愛你，耶穌好欣賞你。咁啊，尋日呢位姊妹嚟到咧，咁我又欣賞佢。咁佢咩事咧？有另一個姊妹係尋。前一晚喺度，即係夜晚喺度祈禱啊，然後跟住嚟咧，咁啊好眼瞓，不過應該要等到下一個時候嘅。咁啊，佢兩個人傾偈，佢就話啊，可唔可以調啊？咁我唔單止話可以調，我就話我好欣賞你，即係你會睇到人哋需要時，你會應承。咁你自己等到個鐘頭，咁我嘅心裏面，我成日都會覺得美善嘅事我要欣賞，咁你個人就開心啊。如果你話，啲人咁衰，啲人咁唔好，唉！啲基督徒信咗主咁耐都唔聽話，咁嘅時候咧，做傳道人好慘嘅，真係可以好慘。所以有啲牧師咧好慘嘅，講幾道啲人都唔改變，真係好慘好慘。咁我自己我都話俾你聽，我曾經我喺初期做牧師嘅時候，我都有好大嘅膽子，亦都有啲人講背後講説話，我嘅心裏面點樣樣咧？我心裏面真係咧係一種重擔，我自己真係覺得自己。即係有啲擔心，我做牧師，即係個果效係點樣樣咧？擔心有啲驚咧，我會唔會成為一個好嘅牧師，幫助到人？即係我心裏面有呢種重擔，並且呢啲控訴嘅事喺我心裏面真係好沉重，係即係直情好似揮唔走嘅。但係嗰時候我就開始呼求神，我真係主耶穌，求你恩待憐憫我，一路呼求，日日係咁呼求，日日咁呼求，咁神一路。真係經歷到神嘅釋放，嗰時我都未經歷聖靈充滿，但我就個心裏面即係話，其實一個人心裏面沉重係好慘的，即係我哋唔好加重人嘅沉重。當我哋常常有啲心嘅時候，見到人就講句説話，欣賞你，即係每一個人所做嘅事話都欣賞。咁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做人開心好多，侍奉亦都會容易好多。我曾經有一次去一個喺個教堂，我開始個中文工作，嗰個新人牧師。我講啊，我喺嗰度做咗幾年之後，佢話啊，我有啲 burn out 即係咧做得殘咗。但係當時我唔識處理，我話老師，我唔知點處理，我唔知點處理。咁佢就冇再同我講。但係而家我會真係我覺得神嘅俾我力量，就係話有人有灰心失望。神真係睇重我哋，愛我哋，真係唔需要擔心。神一切嘅事都會幫助我哋，祝福我哋。即係神真係想同我哋每一個講，亦都係真係心裏面向你去講説話，就話
你孭住嗰擔子係你白孭嘅。其實我已經唔介意噶啦，我老早都唔介意，我見慣罪人噶啦，我見慣軟弱嘅人噶，已經我真係唔介意，係你自己猛咁喺度介意嘅啫。你放低啦，你所有嗰啲唔開心，你放低啦，唔該你放低啦，咁你就冇咁慘，咁你就嚟到我面前，我就好歡喜噶。即係當你咁諗嘅時候咧，當你咁樣諗嘅時候，你個心就會鬆。我希望大家心會鬆，即係我試過灰心，我試過唔開心，我試過重擔。我試過內疚，我知道好慘嘅，真係心靈嘅痛苦係好慘。咁咧，我哋就神啊，釋放我哋，釋放我哋，再冇重擔。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神如果好憐憫，因為約拿書四章十節呢度咧講到咧，就係約拿咧，其實約拿好，佢自己咧行路咧，因為佢入咗個漁夫三日三夜，咁佢行路又曬喎。咁佢又好辛苦，神就安排一個卑微嚟到咧，就哇有個陰俾佢，咁佢就哇佢自己好舒服啊，佢就好歡喜啦。但咧佢心裏面都係憤憤不平喎，佢喺度坐喺度睇，睇下利未未人，神幾時罰你啦？好啦，到佢自己，神咧就安排一條蟲走嚟咬咗卑微，嗰個卑微死咗，咁佢自己就好慘，因為佢嗰度又曬。佢又俾魚吞過啲皮膚咧，梗係俾啲嗰啲魚嗰啲消化液咧揦過，所以咧係好辛苦嘅。哇！曬上嚟好辛苦，佢就求死啦，即係佢自己人就求死。但係咁多嘅人咧，佢就冇諗到咁多嘅人。咁神就話：你諗下呢個利未未城，不能分辨左右手嘅12萬多人，就係呢啲細路仔或者年老嘅，都有12多萬。咁裏面有幾多人咧？真係並有好多嘅牲畜。咁多身上我點能夠唔憐憫呢？即係我其實我覺得神好特別嘅。神見到動物有時呢，我哋人呢，有啲人呢對於動物呢冇乜憐憫嘅心。我哋要感覺動物都係神造嘅，我哋唔好虐待動物。即係有啲人呢，佢覺得動物呢就係次等嘅，其實佢一樣係有感覺。你狗呢，你鬧完佢打完佢呢，佢識得縮鞋嘅，即係佢知道唔對路嘅。即係狗都有佢感覺，咁我哋都要關心動物。即係我意思唔係話將動物放高過人，有時啲人都將動物放高過人嘅。但我覺得人係最緊要，但係動物我哋都係珍惜。呢度都係講到神係珍惜啲動物。譬如咁啊，有時你見到曱甴，咁我實會拍死佢㗎。即係我唔會話用啲曱甴啊，我曱甴由佢喺度食啲嘢，因為我唔想佢傳染疾病。但係我唔會做一樣嘢，就我唔會折磨佢。就去打佢嚇，佢未死，我會打到佢死為止，等佢唔好受痛苦啊！即係呢個心係一種愛心，即係神所創造嘅萬物，我哋有愛心。行過啲花草樹木，唔好突然間跌咗佢，即係呢啲係神所創造好靚噶。你睇佢咁靚喺度，行咗搣咗佢就枯乾㗎啦。即係我哋心裏面有憐恤，神啊，你真係創造嘅萬物真係好靚。諗到每一件事都諗到神，就是、對於。所有的人和動物都有一種憐恤的心，其實動物好像人一樣的，那些狗呢 很需要人錫它，很需要人關心它，那我們都是同樣的心態對人。曾經有個人說一句話，對人對狗都是有一種愛心，對動物。有個人說，他說你周圍的狗貓呢就知道你是不是一個好基督徒因為你是一個好基督徒呢，就是你向一些微小的動物呢你有愛心好了，跟住我哋睇第三個部分，就係神愛同埋喜悅佢嘅子民。神真係好錫我哋。第一個經文，西班牙書嗰度我解過，我唔解啦。羅馬書8:32，神既不愛惜自己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咁呢句經文就話俾我哋聽，神已經將佢嘅仔俾咗我哋，亦都將萬物俾我哋，我哋唔需要擔心。即係好多時我哋就會有擔心。如果李嘉誠將佢嘅仔話啊，你可以同佢仔結婚，如果咁嘅時候咧，當然我唔係直接，我唔會覺得李嘉誠有嘅錢係一切，根本啊我唔覺得錢係最重要，因為神可以俾我哋。但我意思用個比喻啊，一個好有錢嘅。願意你同佢個仔結婚，或者一個人佢好深愛嘅佢個女，讓你同佢結婚，佢真係佢係信任你，將佢最深愛嘅俾你。
咁嘅時候，佢都會喺凡事去祝福你。即係正如我父岳母，真係佢讓我同佢個女結婚，佢對我真係好好。即係我覺得咧係神嘅恩典啊！咁佢招我翻嚟，咁本來咧即係我哋諗住分開住嘅，但係佢好想去祝福佢個女，咁咧佢又好想祝福我，順便一齊咧又祝福我，佢又真係好真心對我嘅，好多事，咁我又感謝神，即係神就係咁樣嘅，即係神咧係即係愛屋及烏，祝福我哋將好多嘢一齊俾我哋。我哋有時好擔心啊，人好怕資源唔夠，好怕最後嗰幾年，中文好怕最後，好怕收尾嗰幾年。好怕將來會不知點算，其實神是一個施恩的神，是一個供應的神。在我以前我做牧師，我沒有這個感覺這麼強，為什麼？因為我一直都有人工，一直都有人工就不是很需要依靠神的，即每個月必定有人工的。但是當我開始在這個聖靈的牽扯，在神調裡面，我開始教會是沒有錢的時候，我真的要憑信心，但是神一次再一次供應我，真的很奇妙的。即有時間關係我在這裡不說，但是真的是我想像不到的，是不可能的。這個情況呢是有150個人排隊要拿個位學那個軟木課程，150個人排隊，而我呢在我寫見證我做錯了一件事，按照他們，因為呢他們是不想有些軟木是全福音的，因為他們那個軟木的意思就是要關心安慰，就不希望病人就有個軟木來啊！傳福音，咁啊以後就話啊，呢、這個醫院有人傳福音嘅，就唔去呢個醫院啦。即係佢哋係一個生意啊，即係嗰啲軟木咧就去安慰人。但我寫見證，我寫乜嘢？我經歷神好大嘅能力，佢愛充滿我嘅心，進入我裏面非常之感動，我成個人完全改變。咁樣嘅佢聽，哇！呢、這個人真係好認真嘅，真係對神咧認真到咩？唔單止佢信，佢經歷過啊。呢個人你叫佢唔傳福音真係難啊，真係。但係佢150個人排隊，佢嗰位已經換咗，但後嚟有個人走咗。走咗之後咧，咁150個人冇理由一個都揾唔到噶嘛。佢揾我喎，呢個真係神嘅特別嘅安排。即係我咧，即係我好覺得神嘅供應好奇妙。當我讀完課程嗰陣，而家都係分享。讀完課程，我又啱喺嗰時候打電話去嗰個地方。那個軟木就啱啱佢話我十日之後走，我十日之後我就又完成個課程，咁我可以嚟，咁我就留低個電話。如果我早啲，咁佢話我未想走啊，咁冇啊，冇位啊，我已經有人啦。佢遲啲，佢哋可能揾人，即係事實上係好搶手噶，因為好多人想做呢份，即係有啲人仲話：哇，你好嘆佢坐喺度就坐喺度傾偈，我哋成日都係坐喺度傾偈，佢覺得好嘆啊，我又唔使抬又唔使擔，好輕鬆咁啊！傾快就得，傾慢就得，好，所以好多人排隊讀同埋係排隊做啊，好難揾噶。但係神居然為我咁樣預備，即係我想話俾大家知，神真係錫到我哋窿嘅。我成日都見我太太講，錫到你窿曬，窿曬啦，已經窿曬啦咁。即係真係我哋咧，成日都話神錫得我哋窿曬，我哋可以好開心享受神。神喺我生命中咧，係真係佢要將好多豐盛恩典俾我哋。以賽亞書49:15-16，婦人焉能忘記佢吃奶嬰孩年歲佢所生嘅兒子，即或有忘記，我卻不忘記你。咁呢、這個即係中國人咧好特別嘅，中國人嘅記咧就英文咧就冇咁多字眼嘅，中國人咧有懷念啦，啊仲有好多嘅，我一時之間我忽然間即係譬如中文個懷念呢個字咧，即係英文咧我就諗唔到一個字，即係佢。用的字眼，中國人是很感性的，很多字眼形容關係的懷念。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嬰孩年歲他所生的兒子，即是神在天上和在地上，他在我們心裡他真的成日都掛著我們。有時我們覺得我的困難不知道何時神來幫，你知道水壺中有個及時雨送乾，神就是及時雨，神真的隨時隨地。我先有個即係以前的教友，他有一次俾個車輕輕碰一碰跌落地下，唔大個車唔大力，但係跌落地下就大啱啱撞落地下，佢瞓喺度，佢話我即刻感受到神嘅同在，神係真係好奇妙，神知道我哋嘅情況，神會差派人。好多人話我好想得到幫助，我就話神就感動我嚟，真係去幫助你，去祝福你。我有個
同學好多年咧，我哋冇即係揾唔到啊，消息失咗，係我最好嘅同學。佢有一期好神啊，點樣揾翻我咧？咁跟住咧，我就忽然間唔知點解，我自己就去打去佢香港嘅電話，我都想揾佢嘅。咁我忽然間嗰時，我就打去佢香港電話，跟住問咗佢加拿大電話，跟住我打去加拿大。哇！佢話神真係好奇妙。我幾日之前我祈禱，我揾翻一個同學，最好嘅同學，係即係完全冇消息嘅。咁過幾日佢打翻嚟啦，即係神係記念我哋嘅。咁呢個同學咧，佢亦都係即係有心去侍奉神，佢又去讀神學，佢喺教會裏面都有侍奉，即係我對佢一種鼓勵。咁佢亦都對我一種鼓勵。咁呢個其實就係神記念我哋，神掛住我哋，神永遠都祝福我哋嘅。我哋真係有信心，神咧係知道我哋，佢永遠唔會忘記，唔會睇小我哋嘅生命。羅馬書八章38-39節，呢經文都係好，真係好好美麗，非常之美麗嘅經文，係真係呢個世界上得唔到嘅咁大嘅恩典。佢係冇嘢能夠叫我哋同神嘅愛隔絕。如果你用手機咧，你就會發覺手機係有隔絕嘅地方嘅，有啲地方係收唔到信息嘅。但係咧，神嘅愛就係嗰啲死位，神嘅愛都嚟到，無論你喺邊個地方，你點樣淒涼。你呼求神，神一定怜悯你嘅。神一早亦都有预备。我真系觉得神好多好多奇妙嘅恩典。我好多时咧喺啲咁嘅经验喎，我试过嗰日忽然间同我以前嘅太太，我就忽然间走去嗰度买嘢啦，即系唯一嘅一次嘅啫。咁去到买嘢，跟住一去到落车，跟住喺门口见到个人坐喺度，佢有度握手喎。我系望下边个咧，跟住佢行埋。他說我是你以前的教友，說一下你的名字給我聽，跟住我就記得，跟住我有機會去到家裡為他祈禱，去鼓勵他。即是神是很恩典，很有恩典的。他又說他一輩子都不去那裡，那他今天就等他丈夫，那他坐了出來在外面那裡等。那我即如果他在外面走，那他撞到機會很微，他坐在那裡等，我就忽然間有一個買東西，那就泊了車那裡。即係神好奇妙，好多次咧，我有時都唔知點解，我話呢樣冇，嗰樣遲喎，快啲走，去到嗰度，有時或者啊喺個情況，或者搭錯車去咗邊度，唔知一落車，咦又見到個人喎，即係神就係咁樣樣，佢會讓我哋遇到啲人係我哋諗都諗唔到，喺某個情況，即係神，佢嘅愛係永遠都唔會隔住㗎，即係神永遠都係施恩典。我當我每一次經歷，我都回應，就算我有時祈禱就係平安。因為我次次祈禱都經歷喜樂，咁啊次次，即係有時耐咗咧，都會有啲麻木咗嘅，即係會覺得唔係咁大件事。但我就提醒自己，係好大件事嘅。哇！神嘅喜樂可以即時臨到，係好大恩典。你要珍惜呢樣嘢，神嘅愛，神嘅喜樂嚟到，你要珍惜，要傳揚話俾人聽，佢哋都可以同神有咁親密嘅關係嘅。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哋欣賞神嘅愛，我哋就唔會活在淒涼之中。以賽疏54:10，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向天然我慈愛必不離開你。有句中文有句説話，反轉豬肚就係屎啊！幾多人話愛你，我好愛你，好愛你，海枯石爛都永遠愛你。但係當有啲事發生嘅時候，即刻所有嘅誓言都全部忘記曬。即係人嘅愛真係好有限度。